好好面对人生。对啊，好啊，不是带他哎、欸，我们去哎，陈小东，而不是带他哎、欸，我们去哎，陈小东。我好早就发现了，啊、真的、啊。哎，都不行，哇，你也会让他太残忍，不是我刚才要发现的，是我刚才发现，没有他刚刚跳。我看你怎么跑在这里？我看超久了。你怎么跑在这里？是我讲一声啊！我来倒水呢。啊！我来倒水。刚才弄筷子的就是你啊！我对啊。哇！对啊，我听你们进来的，从进来开始讲了那么多废话。哇！好好面对人生。对啊。好啊。你真的很欧巴哎你。怎么样啊？各位 man 一点 ，man 一点 ，man 一点。好好面对人生。对啊。好啊。加油！能够在我退休前跟我一起吃菜钱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不单已经不多了。对对不对？真的，二十几年前在花莲美伦饭店哦，告诉他立下人生的志向。建哥如果不跟我打配合，我就一下子就吐彩了。因为他几天前才跟我来过记者会嘛，对呀，小钟哥太灵了，但是我想他一下脑子应该转不过来，会想起我，嗯，他顶多哎，你眼睛挺大的，顶多这样子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是昆达是吧？对，昆达大哥，他很会认人。对，我觉得昆达有可能，因为 energy 足够到的时候，正在我在拍唱片动画。哦。我希望多年没见他，不会把我认出来。我今天目标是要把他们骗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十分钟。你现在很紧张吗？我很紧张，我很紧张。别人整我很多，我整人家都没有很多事。哎，很怪，为什么一开始不准备，现在才准备？应该稀释。还是最后一个啊？对啊，还是最后一个啊。Louis，不是你哦。不要担忧，你不要担忧，说我说的是对的。可是我觉得好像不单纯的。就这样吗？不要这样说吗？你真的很欧巴哎你。有没有啊？各位 man 一点 ，man 一点，好好面对人生。对啊。好啊。你真的很欧巴哎你。有没有啊？各位 man 一点 ，man 一点，好好面对人生。对啊。好啊。加油！能够在我退休前跟我一起吃菜钱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已经不多了。对，而不是带他哎、欸，我们去哎，陈小东，而不是带他哎、欸，我们去哎，陈小东。我好早就发现了，啊、真的、啊。哎，都不行，哇，你也会让他太残忍，不是我刚才要发现的，哇，是我刚才发现。我看你怎么跑在这里？我看超久了。你怎么跑在这里？是我讲一声啊！我来倒水呢。啊！我来倒水。刚才弄筷子的就是你啊！我对啊。哇！我听你们进来的，从进来开始讲了那么多废话。哇！可是我在那边，我已经绕了一圈了。我在那边，你好，你们见。怎么解释多少次这样不期而遇，总爱色素同款式，甚至同个牌子。所以走过来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起疑心。我只是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谁，但是不，我已经从这边已经慢慢飘到那边，我已经慢慢这样飘到这了，你们还没有看见。对，然后我又，是我跟你讲，戴口罩真的，我戴口罩热到我还能戴个眼镜就完全。你刚刚吓到我，因为我想说昨天宪哥才在聊说去参加演唱会记者会的事情。你给我讲出来有得分吗？夸到说，真的假的啦？对啊。你成功找太好了，我你为什么不讲？我想说啊，让他看这个一招到位。